你有做过一些后悔的事吗？我爸常说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，而是看它有多精彩。没结果的事，更应该去完成它，才会找到背后的意义。こっちで待ちなさい。これが最後のチャンスなんや。拼下去呀！听到没有啊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表演吧。